各位，小段是几段滴，小段若是拍无停的，超过着缴费时间就真费气哦。现在只要到南天电视的柜台来向柜台申请着简讯账单，而且这边每一个月小段就会当传来到手机啊，互你。手机啊，就是小段收到简讯了，简讯点头热热等的英文，而且网址甲点落去，就跳来到凯擘大宽频的 APP， 拍入去着这个客户的编号甲电话号码，然后送出两支甲试落去，就跳到着这个缴费。而且也影响，只要伫缴费期限到四大超商完成着缴费，安尼就会使接到。简讯账单是上便利、轻松缴费，搁袂费钱。